据台湾媒体报道，韩国男团 SHINee 成员钟铉烧炭轻生，死讯传出后震惊社会，也让粉丝纷纷在网络上哀悼。不过却有人表示，钟铉在日前举办个人演唱会时，最后用一种温柔又哀伤的眼神看着全场粉丝，似乎当下早已做好告别人世的准备。